主料非豆腐，辅料麻椒、辣椒、酱油、糖、盐、葱、姜、蒜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将豆腐切块，提前用重物压一下，以便定型。把麻椒和辣椒放入炒锅里，不用油，用小火慢炒，待炒出香味之后，放入保鲜袋中，用擀面杖压成末。如果直接用麻椒、辣椒粉的话，这不就省了？豆腐表面撒盐，用小火两面儿煎黄，同时取一只把加入两匙酱油，半匙糖调匀，将葱姜蒜切末备用。另取一炒锅，略加底油，将葱姜蒜末爆香，下豆腐块，倒入酱汁，以没过豆腐为准。不够的话，加一点水，加麻椒面和辣椒面，用小火烫待酱汁收干即可。如果爱吃麻辣，还可以在出锅之后再撒一些麻椒、辣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